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只要 TV 新闻早报，同步收看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公众号参与互动话题讨论，您还有机会获得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图书以及吉视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吉视网以及吉视通 APP 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明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有小雨。今天省内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最高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长春最高温30度，最低温13度。我省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西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好，了解完天气，我们来看新闻。新闻导报，新闻早知道。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要建立完善促进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标准规范体系和服务供给体系，充分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多种形式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对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需求。意见强调，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的重点是为家庭提供科学养育指导，并对确有照护困难的家庭或婴幼儿提供必要的服务。要强化政策引导和统筹引领，优先支持普惠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按照儿童优先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婴幼儿，确保婴幼儿的安全和健康。到2020年，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政策法规体系和标准规范体系初步建立，建成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到2025年，多元化、多样化、覆盖城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基本形成。意见提出了3方面的任务举措。一是加强对家庭婴幼儿照护的支持和指导，全面落实产假政策，支持脱产照护婴幼儿的父母重返工作岗位，为家长及婴幼儿照护者提供婴幼儿早期发展指导服务。二是加大对社区婴幼儿照护服务的支持力度，按标准和规范建设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及配套安全设施，鼓励通过市场化方式，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在就业人群密集的产业聚集区域和用人单位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设施，注重发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三是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支持用人单位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福利性婴幼儿照护服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支持各类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强婴幼儿照护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建设，运用互联网等信息化手段，对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服务过程加强监管，依法逐步实行工作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针对近期有机构发布全国百强中学2018中国最具影响力中小学百强榜等榜单，教育部9日发布声明称，从未授权任何组织或机构开展面向全国中小学校的此类评选排名活动。教育部在声明中提醒全国各中小学校切勿参与此类评选排名活动。针对此类评选排名活动，教育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依法依规予以处理。昨天，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印发的《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办法》进入实施阶段，有效期3年。作为国内率先推进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市场化出让工作的地区，办法的实施为广东无居民海岛的经营性开发利用打开了一条市场化通道，在全国范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所谓无居民海岛，是指不属于居民户籍管理的住址登记地的海岛。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这次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出让的只是使用权。办法表示，广东省政府审批权限内以招标、拍卖或挂牌方式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并强调旅游娱乐、交通运输、工业仓储、渔业等经营性用岛应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出让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对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单位和个人都可以申请，
申请时应当提交开发利用申请书，编制开发利用具体方案和项目论证报告，同时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规定，并且要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管。广东省自然资源厅还明确表示，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严禁用于房地产用途。无居民海岛出让价作为申请审批出让和市场化出让底价的参考依据，不得低于最低价。最低价计算公式为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价等于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面积乘以出让年限乘以无居民海岛使用权出让最低标准。按照不同的用途，无居民海岛使用的最高期限也各有不同，比如旅游娱乐用岛25年，公益事业用岛40年，养殖用岛15年等。中国海域海岛标准名录显示，目前我国总计有11000多个海岛，面积在500平米以上的海岛有6000多个，无居民海岛约占全部海岛个数的96%。无居民海岛的法定用途包括旅游、交通、工业仓储、渔业、农林牧业、可再生能源、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国防等9种用途。新闻导报热点早知道，去年10月在重庆市发生的公交车坠江一事，将如何保障公交车司机的人身安全这件事儿推上了风口浪尖。然而，辱骂甚至是殴打公交车司机的事情还是屡屡发生。5月9日，海南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法院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依法判处掌掴海口30路公交车司机的女乘客有期徒刑4年。冲动是魔鬼，这一巴掌换来4年刑期，无疑是给易怒乘客敲响了警钟。2018年12月27号下午，女乘客陈兰在海口乘坐了一辆30路公交车，因为咨询车费问题与司机傅师傅发生口角。监控视频显示，事发时车辆正在行驶途中，陈兰站在傅师傅一旁与他争论。突然，陈兰用手扯下挂在公交车挡风玻璃内的国旗，扔到车门前，两人争吵变得更激烈。情绪激动的陈兰突然伸出右手，扇了傅师傅脸部一巴掌。傅师傅赶紧刹车，打电话报警。随后，警察赶到现场带走陈兰。2019年1月9号，陈兰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5月9号，该案在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法院一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陈兰判刑4年。据了解，嫌疑人陈兰当时因为怀疑司机多收1元车费而与司机发生争执。事发后，他表示承认了自己当时太冲动，不应该在开车的时候打司机。汽车在公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近日在陕西西安的绕城高速公路上的一辆正常行驶的白色轿车突然遭遇了一个飞来的铁板，导致副驾驶位的乘客受伤死亡。那么这个铁板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行车记录仪显示，4月26号下午2:30左右，一块长约70厘米、宽约20厘米的铁板突然从前方飞来，轿车的前挡风玻璃瞬间被击穿，铁板飞向了副驾驶位置。当时，轿车副驾驶上坐着一名男性乘客，该名乘客头部受重伤。事故发生后，西安交警高速大队立即赶到现场，联系120将伤者送往医院，并将碾压铁板的黑色轿车和白色车辆进行了暂扣，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民警通过反复排查监控发现，该铁板是一辆蓝色半挂货车遗留的。4月26号，该辆货车栏板的后端立柱脱落，随后黑色轿车行驶过程中碾压了铁板，并导致铁板飞出砸向了白色轿车。遗憾的是，经过医院抢救，受伤乘客因为伤势过重死亡。目前，这辆涉事蓝色半挂货车已被查扣，西安交警部门已对涉事车辆和相关责任人展开调查，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前几天，一名醉酒男子因为挂失补票的问题，在北京站的售票厅里大吵大闹。民警赶到现场处置的时候，男子还用手指啊戳伤了民警的眼球。售票厅的监控摄像头拍下了男子嚣张的行为。近日，王某来到北京站售票大厅售票窗口，称车站的取票机出现了故障，自己的票没有取出来。工作人员查询系统后发现，
该张车票已经在5分钟前在自动售票机取出，工作人员建议王某做挂失补票处理。但奇怪的是，王某一直站在旁边玩手机，始终没有办理挂失补票手续。20分钟后，王某突然情绪激动，把自己的背包抡向售票窗口，还砸到了旁边办理业务的旅客，并对工作人员大声辱骂。工作人员随即报警，车站执勤民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民警发现王某满身酒气，不停地指责工作人员和民警。在民警进行阻拦后，王某还用手指戳向了民警的眼睛。我严格按照你们要求来，我为什么我买门票了，我交完钱了，为什么还不行？为什么？怎么了这个？他这个自己取了票，没拿着，然后我们给他带票，他带票去。这个保我肯定不行。按流程挂失补就行了呗。我上哪儿去流程挂失补？我4:50的车，现在还有10分钟开车，我上哪儿去？你别给我闭眼，你别给我瞪眼。看到王某越来越嚣张，民警随即将王某制服，并把他带回了北京站派出所。经过一晚上，王某酒劲儿过去，逐渐清醒，他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喝了得10瓶啤酒，十个公爵啊！就着急上火，再加上人欠我钱，我也上火。哎呀，我天！我这就是脑子那时候，哎，就是确实就上火。这知道是什么行为吗？这违法，违法。经检查，被王某戳伤的民警左眼球受钝挫伤。目前王某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阻碍民警执行职务，被北京铁路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5天处罚。再来关注手机支付啊，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用手机来付款了，那这样的操作呢是越来越方便了。不过啊，也出现了一种偷梁换柱的诈骗方法。广西南宁的一位美食店主马先生最近发现呢，有几名顾客啊经常来店里消费，扫完这个二维码呢，钱却没有进到自己的账户。马先生的美食店开在南宁市长钢路2里一所中学附近，平时来店里消费的学生比较多，其中一名叫小强的学生在微信扫码买单时引起了马先生的注意。没有支付成功给我，然后我就问他，可以了，你拿把凭证拿出来给我看一下。然后他又拿不出来，拿不出来，他就重新付过钱。原来，从去年6月开始，小强利用之前一张微信支付成功的截图付款，由于商家未开通到账语音提醒，始终未发现异常。据小强称，还有另外9名男生也通过同样的方式在马先生店里吃霸王餐。马先生赶紧调取监控视频，发现最近1个多月，小强先后60多次到他店里就餐，共计上千元，而小强只支付了179元。事发后，马先生和学生的家长到派出所进行了协商处理，考虑到这些学生已经认识到错误，最终达成协议，每人赔偿2000元给马先生。勿以恶小而为之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几天前呢，黑龙江省吉东县的村民杨某啊，在种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就扔到了车上，带回家准备当废铁卖。这围观的邻居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像炮弹呐，于是报了警。那么这个铁疙瘩到底是什么呢？烧完了，烧完房之后吧，就在地上发现一个黢黑的那什么一个铁家伙，回来呢。邻居说这边可能是炮弹。接到报警后，吉东县边境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对该炮弹进行了初步检查，发现该弹弹体呈圆柱形，弹头尖，没有尾翼，弹体锈迹斑斑。到达现场后，我们发现这枚炮弹长约40公分，直径为10公分左右，且引信完好，仍然具有一定的爆炸危险。经过进一步确认，该炮弹是2战期间日军遗留105山炮的炮弹，引信完好，由于无法保障运输安全，最后决定对该炮弹进行了现场引爆，完全排除其安全隐患。民警提醒广大群众，如意外发现废旧炮弹，不要惊慌，不要对其进行擅自触碰、挖掘、搬运、分解等行为，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现场，等待公安机关进行专业处理。雄黄大家都知道哈，是一种矿物质，也是一种中药。最近呢，在深圳的一位兽医得了带状疱疹，疼痛之下呢，就给自己开了一剂有雄黄的偏方吃下去，结果命悬一线。
近期70岁的陈老先生左侧胸部长了带状疱疹，原本去医院皮肤科用一些抗病毒的药物就能治好，但是他凭借以往的医学经验为自己配了一剂偏方，十克雄黄粉兑水冲饮，一次性服下。陈老先生没想到的是，他在服下偏方5个小时后出现了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症状，家人急忙把他送到了医院，医生紧急给陈先生洗胃，但4天后他还是出现了肝肾功能衰竭的情况，被立即转到深圳市第3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由于陈先生服下雄黄后的第5天还能排出大量有雄黄气味的大便，查尿时砷依然严重超标，医生又对他进行了他皮肤、毛发、指甲等地方的毒物残留清除，通过72小时持续的体外血液净化疗法等治疗措施，最终陈先生情况逐渐好转。陈老先生的家人说，老人在退休之前是一名老兽医，平时就喜欢捣鼓一些养生方子，开些中药来调理身体，根本不听儿女劝。倔强的老人每次都将自己的药方藏好，究竟吃了些什么家人都无从得知。事实上，雄黄确实是治疗带状疱疹的一味中药，但是它是经过配比之后的涂抹，而不是口服。陈老先生胡乱改变治疗方法，差点丢了性命。再来关注儿童安全。前几天在辽宁沈阳的一家火锅店一名2岁多的小男孩呢，趁家人不注意跑出了火锅店，独自跑到马路上捡弹力球。当时啊，正是下班的晚高峰，马路上车来车往，情况非常危险。监控显示，一名小男孩在火锅店里玩弹力球时，不慎将弹力球滚到了店外，小男孩急忙去追赶。眼看着弹力球连蹦带跳滚到了马路上，小男孩也跟着跑了过去，丝毫没有顾及到身旁车来车往的危险。当时我在那门口出来倒垃圾嘛，然后但是我出来的时候已经看见那个孩子了，但是我也当时以为他父母在我身后，然后我就一直看着，然后我扔完垃圾回身，看见那孩子已经跑到马路中间了。孟祥辉意识到危险，立马冲上前，从马路上将小男孩抱了回来。此时听到店里有人喊孩子跑出去了，小男孩的母亲李女士才意识到不对劲儿。这男孩没点菜呢的过程，然后孩子跑出去了，这真的是都没想到的，这也是我失职，也没照看到，你知道吧，把第一时间发现了，把孩子抱回来，对于我来说是充满感激的。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是孩子没事就行了。再来看一件暖心的事儿。这两天呢，贵州的两个小伙儿在行车道上穿梭飞奔的视频在网上受到了不少人的关注，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这是5月8号上午发生在贵阳的一幕。视频中，两位小伙子来回奔跑着疏导交通，为赶往事故现场救援的消防车开道，这一幕被出勤的消防员用手机记录了下来。在赶赴现场的途中，我们就遇到堵车，然后堵车的过程的话，这路程有300米左右。当时我们就是非常着急，但此时突然出现两位热心市民，帮我们疏散交通道路。当时我们心里面感觉很暖很暖的一个事情。按照当时的路况，300米的路需要10几分钟才能走完，但在事故现场，侧翻的水泥罐车将两辆小车压在车下，有人被困，一刻都不容耽搁。经过热心市民的紧急疏通过后，我们只用了3分钟就到达了现场。经过寻找，记者与画面中一位小伙子李先生取得了联系。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反应，我听见消防车一直听见警笛声以后，车一直没过来，我拿完了我以后就一直义无反顾的就这样给他们全程交通。李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与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兄弟林先生，他们都是贵阳市西丰县人，本来是开车到贵阳来办事，半路上遇到了这起车祸。现场好几位热心市民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主动帮忙救人，随后林先生他们立即拨打了119，没想到消防车却遭遇大堵车，于是便有了视频中的一幕。视频公开后，网友纷纷点赞，说他们太帅气。不过对此，林先生和李先生却说，他们觉得很遗憾，没能救出那个坐在副驾驶的女孩。消防赶到后，将被困女孩救出，但最后因为伤势过重，不幸去世。这起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2月11日，辽宁大连破获了特大非法猎捕斑海豹案件，被猎捕的100只斑海豹幼崽中有61只幸存。昨天上午，最后一批37只斑海豹幼崽在旅顺新港码头放归大海。
最后一批37只被救助的斑海豹幼崽，经过近3个月的专业救助休整，目前已具备放归条件。早上7点半，37只斑海豹分两批抵达旅顺新港码头，并陆续登船准备放归。每一头斑海豹的体内都植入了生物芯片，记录了斑海豹的身份信息和生长数据。今年2月案件破获后，61只幸存的斑海豹被送到了附近的3家救助单位。4月初，专家对他们进行了首次体检，有24只符合标准。4月11号，这24只斑海豹被放归大海。5月初，专家再次对剩下的37只斑海豹进行体检，37只斑海豹全部达到放归标准。来看省内方面的消息，为进一步凝聚品牌发展社会共识，增强品牌发展意识，传播品牌发展理念，国家发改委联合中宣部、工信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知识产权局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19年中国品牌日活动，昨天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这里是上海展览中心，2019中国品牌日活动可谓是中国自主品牌的一次大聚会。在众多的国产品牌企业当中，组委会遴选出了200家企业在这里参展，可以说在这里能看到的产品都可称之为国货精品。从我们熟知的凤凰自行车、稻香村等有着百年历史的老字号品牌，到海信、小米等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兴品牌，每家企业都拿出了自己最新产品在现场展示。在食品行业展区，记者看到了来自吉林长白山的全羊泉矿泉水。作为我省唯一一个入围此项活动的品牌，全羊泉共带来了24款矿泉水产品，既有高端的寒气天然矿泉水，还有适合泡茶的雨茶关水，以及适合冲泡奶粉的母婴水。我主要看水源地，味道挺好的。我们现在的这个产能是200多万吨，我们的销量呢是去年是70万吨，今年目标呢是80万吨。据了解，经国务院批准，从2017年起，每年的5月10日定为中国国家品牌日。在2018年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上，吉林省共有14个自主品牌企业参展。2019年中国品牌日活动将持续3天，现场主要围绕轻工、纺织、汽车、电子信息等四大消费品领域，设置了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汽车、食品等13个自主品牌消费品体验区，采取实景打造、虚拟影像、文化演绎、名人互动、网红直播、网购体验等形式，布置近50个主题互动体验场景，并通过开展线上线下观众互动体验活动，让消费者亲身感受国货精品的魅力。宣传推介吉林品牌精品，增强吉林自主品牌情感，提振吉林国货精品消费信心，促进吉林老工业基地全面全方位振兴。昨天，中国品牌日吉林省主题活动在长春举行。此次活动由省发改委、省委宣传部、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市场监管厅、省文旅厅、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单位联合组织。在今天的中国品牌日吉林省主题活动现场呢，共聚集了70户的参展企业进行集中展示推介，他们包含食品、医药、纺织，还有创新型的高科技企业，他们都拿出了企业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牌产品，充分展示企业品牌形象，分享品牌建设经验。活动中还举行了驾红旗轿车游精彩吉林活动启动仪式，将邀请全国知名旅行商体验驾驶新红旗，体验吉林旅游精品路线，发挥品牌1+1扩大效应。此外，为集中展示吉林品牌形象，展示企业产品的质量和服务，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创办的品牌吉林栏目开播仪式也在活动现场举行。卫视频道还要成立吉林品牌发展联盟，从专业的角度去帮助企业剖析市场，全面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是一种对外宣示和发展品牌的一种信心。政府呢要为更好的为企业界搭建一个更好的平台，做好企业界与媒体界这种桥梁纽带的作用。除主会场外，组委会还组织开展了2019首届中国北方品牌峰会，长春市双阳区成立中国吉林梅花鹿品牌培育运营中心启动仪式等系列活动。
据了解，十三五以来，我省已培育认定吉林省名牌907个，吉林省十大服务业名牌30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57个，持有中国驰名商标155件，地理标志商标72件。目前占全省规模以上企业数量15%的品牌企业，工业总产值贡献率达到40%以上。品牌经济已经成为带动吉林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吉林自主品牌的这个发展也需要各方面力量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推进，不仅是企业和政府的事情，也包括我们高校，包括科研机构，包括金融机构，甚至包括新闻媒体，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才能把吉林自主品牌打造得越来越好。初夏的吉林，醉人的新绿伴着徐徐微风，一派生机勃勃景象。在第三个中国品牌日来临之际，我省组织了吉林品牌引领振兴系列活动，总结推广品牌建设经验做法，凝聚品牌发展社会共识，加快品牌建设，引导高质量发展。此次2019年中国品牌日吉林省主题活动，我省组织开展了吉林品牌产品展示、驾红旗车游精彩吉林的自驾游活动启动仪式、品牌人物荟萃、品牌吉林栏目开播仪式以及地方系列特色活动，充分展示了各地区以及政府部门在品牌推进、品牌培育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展示了吉林知名自主品牌发展成果、老字号品牌传承与创新，凝聚了树立品牌建设的共识。我们国家呀，是和我们省来搞这个品牌活动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我们想要走出国门，想要跟国际上去竞争，那么无论是在中国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品牌的力量、品牌的价值都是要我们去突出去做的。给我们企业提供了展示自己产品和企业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品牌的那个推广呢，我们需要平台，也需要一个更大的一个高地去向那个全国向全球的这个方向去辐射，而我们这个个体的力量是做不到的。作为一个企业，我们需要这样吉林卫视这样的一个品牌战略联盟的这个高地，也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吉林品牌引领振兴，近年来吉林省积极探索完善品牌培育和发展的工作机制，专门出台商标品牌战略工作指导性文件，创建形成了一大批质量高、效益好的品牌产业、产品和企业，让全省的名优产品不仅有了身份，更提高了身价。在吉林省品牌创新的征途上，全省上下将继续强力推进品牌建设，形成政府和企业共同建设的工作联动机制，跑出吉林品牌建设的加速度，让更多吉林品牌走出国门，帮助企业和这个科研院所呀、科研院校进行合作，通过这种合作呢，使企业的品牌焕发新的活力、新的生命力，然后从而呢，推动这个企业有更多的新产品，出现。把我们这种提高品牌影响度的理念贯穿到我们企业员工的每个人心里，大家处处都在想着品牌，品牌的建设的各个环节方面，让全员参与，全员来提高这个意识。首先是技术投入啊，你只有是产品过硬了，你这个品牌才有支撑。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紧紧发挥我们这个资源优势啊，我们要借助这个吉林梅花鹿这样大的品牌来做好企业的自己的品牌，成为国际上有影响的世界品牌。那么我们依然在路上，依然有许多我们去做的工作呢，或者说服务的工作呢，我们都在不积极去创新，去迎合新时代的消费。未来我们还是要坚持面向全球一体化这个大的市场，不断向高端客户学习，同时我们自己要一系列的做好品牌建设的工作，从员工的素质抓起，瞄准世界最先进的大的品牌建设对标，使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我和我的祖国。
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八日发表声明，宣布签署行政令，对伊朗的铁钢、铝铜等产业进行制裁。九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对伊朗钢铁等产业进行制裁的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还呼吁美国停止阻碍其他国家与伊朗政治经济合作的行动，并且敦促欧盟国家保持与伊朗的联系，继续遵守伊核协议。此外，俄罗斯外交部表示，理解伊朗宣布终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的做法，呼吁伊朗不要再进一步采取措施来限制履行伊核协议。此前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了到访的伊朗外长扎里夫。拉夫罗夫说，俄伊两国坚决履行伊核协议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伊朗采取的最新措施不违背安理会决议，两国愿与美国以外的其他伊核协议签字国共同努力继续履行伊核协议。本月四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夫曾表示，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威胁不会阻止俄方与伊朗在核能等领域的合作。距离巴黎圣母院发生大火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九日，巴黎警方发表声明称，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土壤当中发现了过量的铅，可能会导致附近的人铅中毒。据报道，在建造巴黎圣母院时使用了数百吨的铅，在大火中形成铅尘，落在巴黎圣母院附近。据巴黎警方介绍，巴黎圣母院附近土壤铅的含量为每千克10到20克，与法国卫生部门规定的每千克土壤含有0.3克多出了32到65倍。目前，巴黎警方已经关闭了巴黎圣母院附近的区域。巴黎警方还表示，铅尘有可能落在巴黎圣母院附近的生活区和商业区，建议使用湿布擦拭物品表面，儿童和孕妇则需要频繁洗手，以免受铅尘危害。铅在进入人体后会对神经、消化等多个系统造成危害，如果人体中铅含量过高，则会引起铅中毒。新闻导报，新闻贴心报，进入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来看省内总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明天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有小雨。省内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来看天气预报。长春多云，30到13摄氏度；白城晴，31到15度；松原晴，31到16度；四平晴，29到12度。辽源晴，29到10度；吉林晴，30到13度；通化晴，27到8度；白山晴，26到7度；延吉晴，29到7度；长白山晴，26到7度。长春多云，30到13度。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吉林省全民阅读活动精美图书的奖品，以及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栏目的录制现场门票。也欢迎您继续收看吉林卫视稍后播出的党建新视线。明天再见。